呼唤骑士啦，这里是克里，虽然刚结束禁闭，但是没关系，等你今晚剩下20体，要不要一起去炸鱼？虽然我的个子有点矮，在我跑步的时候会跳起来，尽管炸弹实验常失败，也可以把球球扔到小塔墙拆。听说城里面有怪兽，有着大尖牙，装着像头牛，让我去教训他，但请团长在门口。炸鱼自欺欺我，每天爱闯祸，蹦蹦炸弹生意花，掉进了草垛，禁闭室的门被风吹破，根本不是可张哥哥是好人，就是会偶尔告诉我假新闻。团长守着禁闭室的门，果然想提前出去却是太天真。终于又获得了自由，可里又看到城里横着走，找陆老爷去请教如何收获勤劳。炸鱼自欺欺我，每天爱闯祸，生意花掉进了草垛，禁闭室的门被风吹破，根本不是可